那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conversation 的 evaluation。 conversation 的 evaluation 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因为这有分成，我到底是要 evaluate 这一个 response 跟这个 gold standard 的 response 有多接近，这件事情好呢，还是应该要考虑整个 conversation 嘛？所以这里面有一些简单的 evaluation 方式，就是看你现在产生的 response 跟 dataset 里面的 response， 然后算一个分数啊，这就是跟 NLG 的一样嘛。所以大家也会发现有 perplexity 的算法，可以有一些 blue score 啊，然后或者是我希望他提到某一些 slot， 然后他有没有提到这些 slot error rate， 还有他讲的内容是不是很 diverse 的，这是一些很简单的 automated evaluation 的方式。那当然比较好的就是一个体感上面嘛，就是我希望 人类来评估这样子通不通顺啊，有没有 coherent 啊，然后是不是像真人啊等等的，那这个分数其实会比较接近人类想要的。那刚刚那个只是在 turn level 做而已，就是我只看一个现在他的回答，然后跟过去都是同样的这个同样的 context， 但实际上你一个 dialogue system 你其实是多轮的互动的，所以还有这种 dynamic 的互动，就是你让使用者跟这个 model 互动，然后呢他在这个互动的过程中就是会很多次嘛，然后最后他给出一个最终的评估，这样子其实比较接近这一个系统本身体感上面好不好的感觉。但是因为它很难很精细的比较，因为你他的回应如果是两个系统不同的话，就会 trigger 你不一样的说法，然后也会 trigger 下面都会整个 conversation 都长得完全不一样。所以他叫做 dynamic 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比较没有办法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公平，他就是 trigger 之后他就走一条路，另外一个 model 走另外一条路，然后他就是根据多这一条路然后去做这整个 conversation 的评估。那通常大家就是会有 fluency 跟 coherence 这样。好，那评估两个 model 好不好，就是更明确一点的话，就是做 A-B test， 就是同样的状况，然后丢给 A 跟丢给 B， 然后让人去评说 A 的回复比较好还是 B。那这样子它的好处就是稍。它是在同样的比较基准，然后比较明确，但缺点是你如果有很多要比较的系统，你就要 pairwise 的比较。对，那这个就是前面的 context 都一模一样，只有 response 不同，但是你也可以是都不同 dynamic 的，所以你可以两个系统也是 A-B test， 只是你一开始的 input 是一样的，但是中间可能就会 dynamic 的走到不同条路，然后最后你再给它这两个比较哪一个比较好，所以这是有还是 pairwise 的比较，但是他们整个 conversation 都是长得不一样的。那当然现在我们有 large language model 就可以做 large language model 的 evaluation。 那 large language model 它就很像一个人嘛，所以我们原本问人的事情就可以拿去问 model， 所以我们也发现了在这些 large language model 它如果来做 evaluation， 在过去的这些资料集上面，这些很多不同的 conversation 资料集，它的评估结果跟人类其实的接近程度都是最高的。你可以看到这边都是各式各样的资料集，然后最高分的出题都在下面，都是 large model 产生出来的，就是我们计算的是 large model 产生出来的分数跟人类标注的分数的correlation， 如果越高的话代表你跟人类的标注是越接近的，所以你看最大部分出题都落在下面，对，都比过去的这些 metric 来得更好，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他这真的是会比较比真人还更接近，还就是可以像问真人的 evaluation 一样去使用这个 LLM 来做 evaluation。 但当然也会衍生一些问题，大家可能就会想问说会不会这个 LLM 比较 prefer 他自己生出来的结果，所以如果你用 ChatGPT 生，那 ChatGPT 来评， ChatGPT 是不是会比较喜欢 他自己生的那一个，所以这边就是有很多可以研究的方向可以去讨论。对，那刚刚是 single turn 的，就是只看一个 response 他的这个 evaluation， 那 multi-turn 的 conversation 它也是可以评估的比过去的这些 metric 都来得更好，你看出题的都是 LM 的，
那当然也有一些变异，像这边的变异就是我请他评分是零到五分，或是我请他评分是零到一百分，哎，它效果会有微微的不同，不过整体而言都还是比过去的 geometry 来得更好，所以现在大家就可以不用再做那么多的真人的 evaluation 了，我们就先直接让 LN 来做 evaluation， 然后大家也都蛮同意它是一个reasonable, practical， 然后也还算能够当成是 human evaluation 的一个 proxy 的方法。好，最后就是 conclusion， 今天就看了这个 conversation modeling 的这个 pipeline， 虽然里面的很多 component 现在可能都不是跟传统的做法一样了，但整体而言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些这些 modularized 的 framework， 因为我们需要 access 一些外部的 tool， 所以就会分成我理解之后要怎么使用外部的工具，然后最后再经由工具回传回来的结果跟我原本的理解去给你一个适当的回应，就分成两个阶段。那我们有看到了这些 dialog system 的 framework 里面的每一块，以及很多 model 都是用类似的方法类似的概念去 access 外部的 tool， 可能只是 model 长相不同，或是它使用 dataset 不一样而已，不管是 lambda BenderBot 啊，或是 WebGPT， 那 tool format 的话它的重点是在我要怎么去产生这些资料，然后可以让机器自己从这边学，那 WebGPT 它就比较跟 lambda 是比较像的，就是它收集这些人类怎么去下这些 query 的这些行为，然后直接用 supervised training 来圈在这些 model 里面。那近期也可以看到说我们可以从比较 low level 的这些 task 渐渐衍生到 high level 的 task 上面，我能够直接让这个总管家去推论说有哪些可能的任务应该要完成，然后我再分配到这些任务上面。那甚至是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行销或是推荐做得更 smooth。那最后也讲了 conversation 要怎么做 evaluation 的一个 guideline， 然后也会有很多新的发展。那大致上现在的趋势就是用 large model， 只是 large model 做 evaluation 会不会有什么 bias， 现在都是大家在讨论的方向。那今天就到这里。